进去吧。 李主任，你找他有什么事啊？他还在开会。哎，是不是开财经会议，研究开荒板农场啊？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怎么不知道呢？嘿，老邓，跟我来。哦，李主任，哎呀，你是从哪儿来啊？我也转到地方上来了。啊，在县里给土匪干了一年多。 把剩下的绩效股干到山里去，我们就正式挂起牌子办起工来了。哎呀，好，来吧，来。坐。这个人是谁呀？你问他。啊。呵，他可不简单呐，我们的战县长。 原来啊是解放军的营长，过去干过游击队长、县务工队长，是呱呱叫的身枪手啊，日本鬼子都怕他。哎，他还会画画呢，是个画家啊，什么学校毕业的？学校，美术学校。哎，嗯，我想啊，一定比这个还要大。现在啊，我们要支援解放大军的粮食。 还要支援已经解放城市的粮食，将来啊，要供给各大城市充分的粮食，所以要开荒，要办农场。啊，我跟您说呀，有一次啊，我们追赶土匪呀，到了大草原，我一看那么多的土地就在荒着，真觉得可惜，这要办个农场多好啊！ 所以，听说咱们要办农场，我一听见这个风啊，我就跑来了。主任呢？上我一个，让我去吧。这是个新的事业，一点基础都没有，气候又很冷。你这个身体……没关系，我这个人可怪呢，就怕热，偏不怕冷。哦，你看，现在我还出汗呢。再说啊。 当县长，每天趴办公桌，这有点不习惯。主任，你下命令调吧，今天批准，明天我就走。嗯，你的干劲儿我是知道的。好吧，你就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农场的厂长。哦。 看见了吗，同志，这才是北大荒的边儿啊！这样的地呀，你再走10天10夜也走不完呐。这个地方真是不错呀！哎，我们北大荒的人有俗话：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天上飞禽地下走兽，想吃什么有什么。 回来了，哎，客人来了。老板娘，你好啊！你好啊！到北大荒办农场的。啊，北大荒哪儿啊？我也不清楚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哎，大土匪我到过，那儿有一个破碉堡。哦。哎呀，待会儿再聊了，赶快给同志们做点饭吃，早休息。
明天一早还赶路呢。坐坐啊。哎，就是荒凉啊，我们这儿年轻人编了个小调啊。北大荒啊，真那荒凉，嘿，峨冠那草啊，小野张，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缺少啊，大呀大姑娘啊，嘿嘿嘿嘿嘿嘿嘿。老伙计，你的精神头不错呀。我就爱说个笑话，驾。这是放拖拉机的仓库，这是马棚，小学校、医院、办公室，这是宿舍和食堂。哎，这房子前头戴口罩的小人是干什么的呀？这是医院，戴口罩的是看护吗？老张同志，这个地方这么荒凉，办农场合适吗？合适啊。景和同志，这是我们永久的事业。我跟你说，我连坟地都已经看好了。几点了？到达点的时候了。我就爱听这声音。嘿嘿，别听了，唱歌吧。好，唱完了睡觉啊。行。北大荒啊，真那荒凉，嘿，峨冠草啊，小野张，又有兔子，又有狼啊，就是缺少啊，大呀大姑娘，哎嘿哟。老张同志，你看看表几点了？夜怎么这么长啊？哎，是啊，天怎么还不亮啊？
不是给堵住了吗？出去以后啊，我在这后边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狼脚印啊。哎，没什么可怕，这是狼给咱们拜早年来了。对了，咱们这土豆子已经吃光了，高粱米也没多少了。有办法，过几天呢，我给小东子倒菜尾去，顺便叫老王头先给你送点粮食来。这几天咱们赶快把井打好，盖上几间草房，以后来点人没地方住怎么行啊？你看，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有什么困难没有啊？我想没什么困难吧。那好。
时候不是没征求你的意见，可你不愿来，为什么不明说呢？到这儿又要跑，你说你算什么人呢？马占同志，小伙子，你这样做是要不得。怎么不想想咱们的将来呢？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大堆大堆的拖拉机，还要盖房子、成家立业，多有意思！怎么能够开小差呢？这儿只有咱们三个人，咱们是亲密的同志。工作开始总是有困难的。这样吧，你实在不愿意留在这儿，你就回县吧。我愿意留在这儿。先穿上吧。到李主任了，给了我们一个农学家当副厂长，他叫赵松云。不久啊，还要分配给我们一批农业机械学校的学生。哎，那太好了呀！后勤部我也去了，我弄到了好几台破拖拉机，200包豆子，40匹老骡子，还有6轮卡、胶皮轮、桌椅板凳、电话机，乱七八糟的，我搞了一大堆呀、啊。哎，这个王处长还跟我说呀、战营长啊。你这不是成了收破烂的了吗？我说，哎，我是收破烂的啊！赶快吃饭吧。哎，走，把馒头带着去吃。我听说有一个地方有个失业的司机，我们没有人开拖拉机怎么行啊？走，好好好。我说你们呢？也算是工人阶级，可是成天闲散着没活干，赌钱喝酒，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有志气的要干革命，知道吧？要参加革命，跟我们去开荒办农场，将来啊大有发展。我们那儿啊，吃菜吃肉吃粮食都不成问题。谁愿意去就报名。哎，是不是要我们去开拖拉机啊？哎，你忙什么呢？听完了再走也不晚嘛，是开拖拉机啊，叫你们去当拖拉机手啊。我们大多数是开汽车的，都没有开过拖拉机、啊。没关系，好学，会推磨就会推碾子，都是里边冒烟的东西嘛。你贵姓啊？我姓程，行四。哎，小名啊程四，大名啊程国亮。你去吧。有头样没有？有有。好，试试吧。我去。哎，别忙啊，再听听吧。我不会开汽车，也不会开拖拉机。哎，这个小伙可聪明，他就在这儿摆摊子，修自行车，会电焊，汽车有点毛病，也能对付。小伙子，我们欢迎你去。那就去吧，别干这个苦生意了。家里人口多呀，给你安家粮，要不就带上家眷。这可真是救了驾了，我去。好，大家怎么样？干农场是个好事啊。
天二哥，你也去。好，你去我也去。我也来一个，我也来一个，去，来一个，我也来一个，我也去。老朱，你也去。四哥，你少这么起劲，省得将来落不是。我看这个人呐，他是巧招兵。你说什么？你说这么好听，你的农场在哪儿啊？在北大荒啊。你们听见了没有？这么冷的天还不把人变成冰棍啊？你们去吧。到北大荒啊！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好家伙，你想的地方谁去？谁去？谁去？好了，这个熊一跑谁去呀？哎，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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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请您做点好事吧。那个叫朱六庆的是我丈夫，他吃喝嫖赌不顾家，你们一定叫他去，我带着孩子也跟去，这样就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全家了。你怎么这样相信我们呢？你们是不是解放军呢？是啊。哎呀，我的天老爷，我不相信解放军我还相信谁呀？好，我跟你去说去。人家日本鬼子是挨了冻才跑的，难道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如？还没有挨冻就都吓跑了啊？不管你怎么说，300斤高粱米我不卖命。就是他们。去吧，老朱，好容易有点事，怎么还不去？你们去就去好了，干嘛非劝我去呢？哎，大家喜欢你们。刘庆，你他妈少开口！什么叫大叔？哎，喂喂喂，你们大家都不用劝他，我告诉你。今天大家都不去也没有什么，可是你呀，非去不行。哎，这可真有点意思啊，我就是不去。老陈啊，你要是朱六庆的好朋友啊，说什么要把他一块带了去。对对，来呀。找礼物，咱们不是朋友。小日子就要过起来了。是啊，这些工人真不错。这是我们基本的队伍，以后要注意发展组织，扩大党的力量。对。把车拉过来，我把机关这边开。老詹同志啊，你家乡有人来看你来了。哦。哎，来吧。来来。你看这是谁？还认识吗？爸爸，我是营生啊。哦。你怎么找来的？我到县里。别人不吵，就这样。我就这样。别吵，别吵，别吵，别吵了。怎么刚来就吵啊？啊，就叫我睡这个地方。连他妈的炕都没有，你说像不像个狗窝？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没什么，没什么。人家闲在门口风大。别怪他，刚来北大荒不习惯。来，你挪到里边去睡，把这个铺被留给我。来来来来，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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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委屈一点吧，将来咱们这个地方啊，电灯、洋楼、马路、澡堂子什么都会有啊。老朱，对不住你，暂时只好叫你给朱大嫂分开住了。我倒不在乎这个，天上不还有牛郎织女呢吗？怎么样，拖拉机大家都能开吧？开倒不困难，可是这六台拖拉机，你去看看吧。好，来来，走。走啊。这两台还可以凑合使唤，这一台有毛病。老朱啊，你上去再试试看。工作起来怎么办？这个情况就要看你的啦，想法子修嘛。
行啊，简直像条死牛。推推推推，来推，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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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厂长在哪儿？这就是战厂长。哦，你是赵松云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这是油灯中的小麦标本。反动派的时候，我就要求办农场，申请书也写了多少次，结果给我批了八个大字：不血国难，七享天开。嗨，蒋介石他能替人民做点什么好事呢？今天晚上的谈话很值得我们永远记忆。这是第一天晚上在我们自己的农场里，我要对北大荒说，这一次要把你唤醒了。好极了，我们两个想的完全一样。大土匪的时候我到过这儿，我一看那么多的土地就在这儿荒着，像关着门睡觉一样啊。当时我就想，我非把这个大门给你打开不可。好。看你们俩谈得多高兴啊。咦，周庆和没给你们生炉子？并不觉得怎么冷吗？他血压高，冷一点好。仲先是医务人员。哦，那咱们赶快下聘书吧。好了，你们歇着吧，路上太累了。哎，不忙，再坐会儿吧。再坐会儿吧。以后谈话的机会多着呢，睡吧。啊。你还要看书啊？算是第一天晚上睡在自己的农场里了。孙云，我知道你今天又该高兴的睡不着觉了。爸爸，吃过饭了吗？吃过了，和夏冬子一块吃的。来，长这么大了，你妈好吗？妈好啊，妈就是说，你老不往家里打信。哎，革命嘛。东跑西奔的，哪有个准地方呢？可谓是时常想念你们。这是妈叫我给你带的东西。喜欢吃这枣。你妈没说要来吗？她先叫我来看看你，她很忙，
他现在咱们村里农会副主席。那么你呢？上学了吗？小时候上了三年，后来我就跟人家放牛了。算了，不上也罢。爸爸像你那么大，早就扛上轻机枪了。爸爸，我想留在这儿，跟你开荒办农场。妈说我留在你身边，也好伺候伺候你。在这儿听话，比什么都强啊。你还伺候我呢，别叫我来伺候你就行了。去吧。试几种，看看哪种小麦适合北大荒的土壤。好啊。你对公家的东西就是这么不当心，你也不看看这车子，他要是条驴也该卖驴肉了。怎么，修不好了？好了。哎呀，真了不起，真成了咱们的专家了。走吧。谢谢了，专家。怎么，今天机车转几圈来了？哎，这是我想出来的，这样不省油吗？不行，这样会磨损机器的。哦，冲过来，快去告诉大家，直开吧。直开。哎。好。哎哎，老赵，你看今年咱们该种多少小麦？你是说今年就要种小麦？有什么问题啊？前线需要粮食，紧得很呐。不行。初开垦的生荒地必须要休耕一年，这合乎科学？理论上是这么讲的，不用着急嘛，办农场头一年都是这样的。咱们可不能这样啊，老赵，得想办法。奇怪，我开好的地白晾一年，不行，得种。不能种。哎，至少要种一万亩。一万亩？哎呀，老赵，怎么你说的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呢？这不能不。再研究研究吧。老张同志，你干嘛这么急呢？
多听听他的没坏处。人家教过大学，又是读过专门的书的，书也不一定都对。有一本书上还说人是上帝造的呢，你说对吗？这是迷信。人家没跟谈迷信，人家谈种小麦。我这个很简单，种子下了地会发芽，下场雨就会长出麦子来。就是咱对，说话态度要注意嘛。哼，多亏我拉你一把，来了个紧急措施，要不啊。好，接受你的批评，以后一定注意。哎，要是我再发脾气啊，你就来你的紧急措施啊。走，咱们找他再谈一谈。朱大嫂，好了吧？好了，谢谢厂长关心。这一点呢，上级会了解的。第一年办农场，总是要赔钱的。不赔钱不是更好？咱们是机器开的荒，开的深，可能长得出来。不能说可能。我告诉你，我们这是国家办的农场，要做成典型，将来推广，每公顷要打个300-500斤粮食，这多不光彩。老赵，我们不能让你慌的，我们来打仗为的就是粮食，我们不怕丢面子。种下去收多收少总比不种强啊。种。生产建设就要学技术啊。老战同志，我太愿意了。愿意就要跟着老陈好好的学，将来我也要学。就这样吧。是。老王，我要开始发机了。这小鬼啊，
苦了。没什么。哎，让开点，让开点喽！凉菜水来了，凉菜水来了。快点，凉了。请你们等一等啊，我们去喝点水。没关系，喝吧。哎呀，这么凉的凉水，真好。来来来，给你添好了，添好了。好，谢谢。神秘大片麦子是咱们农场的吗？是咱们的。咱们有多少台拖拉机啊？破破烂烂的有六台。哎，伙计，咱们农场的伙食怎么样？这个有营养价值的蔬菜多不多啊？有，不过不多。有大白菜、辣椒，还有土豆。明年呢，咱们准备种200亩青菜。请问同志，厂长办公室在哪里？厂长现在还没有个办公室呢。哎，这就是我们战厂长。哦，哎呦，厂长同志，我们是分配到这儿来工作的农业机械学校的学生，这是介绍信。盼望你们很久了，你们来了，农场就会生气了。第5节目由段顺英同志唱《年轻人来到了农场里》，希望老同志和新同志一块来唱，好不好？
怎么跳起舞来了呢？啊？你们这些有技术的青年，来到了农场，你们不知道啊，我有多喜欢呢。可是你们别忘了，你们是打着向荒地进军的大旗来的，有许许多多的工作等你们去做。跳舞，不太早一点了吗？也许啊，我太激动了，可以是为了爱护你们。大家回去休息吧。这叫什么革命大家庭啊，连舞都不许跳。刚来的时候看他给大家挑水喝，我还真以为他是炊事员同志了呢，多朴素啊，多叫人敬重啊，谁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明白你们怎么忽然领头跳起舞来了呢？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啊，咱就把他挂出去。同意。哎，让我来看看，让我来看看。大两片小布再给他架得长一点。你们还没睡啊？真不听话呀、啊、什么来看看，来，一群青年画段顺英之笔，画的倒蛮像啊。你叫段顺英？我。哦，怎么我不准跳舞你不同意？我们大伙全都一样，都有点同意也有点不同意。为什么？因为思想有点搞得通，有点搞不通。真调皮呀、啊！那么好吧，咱们谈谈吧，好吧？来，来来来，我不是反对你们跳舞，将来呀、啊，我会领着头跳。现在前方还在打仗呢，我们最要紧的还不是应该给部队多多生产粮食。再说你们还年轻，有的人呢还没有一杆步枪高。我要把真心话告诉你们，可是话一说出来啊，你们又会吓得吐舌头了。这儿暂时啊，不但不准跳舞，也不准恋爱，不准结婚。吐舌头了不是？可是呀、啊，咱们这个革命大家庭的穷日子就得这样过。现在是环境艰苦，条件困难呢、啊。你们想，怎么能农场还没搞好，先给大家盖托儿所呢？啊？就这么几台破机车，你叫谁开？还不抢破头啊！哼，要是调别的工作，那有什么前途？我想农场一定是楼房、气象台、拖拉机像坦克兵团，航班也像海洋上的舰队。嗯，可是一点也不像我想的那样。哎，睡去吧。我气死了，气死了！怎么了？你坐起来干嘛？你听，又是什么声音？走，我们去看看去。Thank you.
深更半夜，你们这是干什么？哦，你们来了，地方小住不下，想明天再给你们盖几间房子，睡得不舒服些吗？你们怎么？哦，把你们吵醒了是吧？没有，回去睡吧，别冻着了，保证不再把你们吵醒。厂长，明天见啊！明天见，再见，明天见啊！你看，咱们粗心大意，把人家吵醒了。我想写信把这件事情告诉妈，那她就会更放心了。厂长，厂长，起来了吗？刘春光吗？哎，什么事？快去看看咱们小妹吧。快请赵厂长，他在田里呢。去看看吧，快！哎哎，听说麦子坏了，好，麦子坏了，咱们去看去吧。走走。听见了吗？小麦完蛋了。朱大哥，一定是北大荒的土有问题。天天还在那儿拼命的开地呢。我看到了冬天可怎么过？走吧，老赵，回去研究研究吧。上级不供给粮食，不走你和西北风去。人家厂长会想办法，我不让你走吗？我看在这儿没什么干头，要走，这倒是个好机会。也许以后会好一点。厂长，你看看去吧，老朱他要走啊。小童子，先别住，先把人集合起来，谁也不准走，我就来。好，老赵，走吧。毁了。老赵，你说麦子坏得这样厉害，还有办法没有？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天气转热又起了风啊？根本就不应该种。别发火嘛，咱们是研究问题。可是我告诉你，顶到现在我不承认种下麦是错误。到底长出来了，到底可以收粮食了。可长得怎么样呢？能收多少粮食呢？谈起来会让人当笑话讲的，恐怕连自己吃的粮食都成问题。不管怎么说，反正不再向国家要粮食。你们冷静一点好不好？如果不种，也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谁负责？我负责，没什么可怕，天塌了也有办法把它撑住。不过老赵，哎呀，我知道，可怕的倒是你什么事情先想到自己，我们的事业就搞不好。真没想到，多少年来想办农场，这就是我赵松云要办的农场。还是当心点儿，这倒不是我小心眼儿。要是真是谈起责任来呀，哼！找李主任去，把行李也带上，谈不好就不回来了。那个老战呐，就是我送来的。
这么说你们认识？认识，我们是好朋友啊。哦，那么你说说，你这位好朋友农场办得怎么样？嗨，你不用问我，你去问问我们附近周围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提起老站，提起农场，哪一个不这个？宗云，你看他不是李主任吗？婷婷，李主任，李主任，两位这是上哪儿去啊？看神气，不像是搬家啊。麦子都坏了，我们是想去看您去。麦子坏了，不去看麦子，看我干什么？怎么，跟老詹同志闹意见了？主任，您是知道的，为了革命，我不怕吃苦啊。可是这位老战同志发起脾气来，简直叫你不能忍受。这个我都知道。可是麦子坏了，究竟是什么缘故？你们总结出来了吗？总结还没来得及做，就吵起来了，就要走。这样对待革命工作好吗？你可以冷静地想一想。麦子坏了，究竟是什么缘故？刚才我在车上想，可能是因为第一年开荒，缺乏当地的资料，地洞开的时间久，种得太晚了。既然弄清楚了原因，又明白了你自己应该负多少责任，那么，还坚决要走吗？卖了，卖了吧！简直是笑话！这要不是懒鬼愿意革命，我们上山伐木、砍柴、搞副业，就一定能度过冬天。我们农场的将来，你们看，我又说将来了。哎，我就要说将来。我们将来要做到，一年的收成可以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一年的粮食，也就是说，可以叫100万部队吃一年。同志们，你们说，做这样的工作，还不觉得光荣，还不觉得有意义吗？李主任，你上哪儿去啊？哎，老赵赌气跑了，我去追他。这个厂长好当吗？哎呀，李主任啊，我这是给天斗地斗，给人斗，给自己的脑袋瓜子斗啊。哼，斗斗是有好处的。哎，你说说，这个麦子坏了，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我们以为这个地方冷，可以种得完呢。谁知道这个鬼地方，种完了也还是不行。主任，真没想到，要是这10000亩小麦都能收下来，不过，你们这一年开了不少荒地，在生荒地上头一年就长出了麦子，不能不说是成绩。就是啊，团结工作差了，你想。总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不好合作，扔下工作跑了。主任说的对，我这个鬼脾气是不好。可是我讲理呀，说真的，真心革命的话，你打他他都不走。你这话也没道理。你要是整天打我，我就不跟你一块革命。不能太主观，太简单化。主任，你算知道我的老毛病了。再给你个农学家，要不要？再给。嗯，那老赵呢？哎，别看我们吵了嘴，
可是我有信心呢，长了我们一定会搞得好的。可他不愿意干了，我有什么办法？你等一等吧。好，我正要找你去呢。来吧，同志，来吧。我祝你们合作愉快。老战，老赵，哎呀，老赵，我知道啊，打你你又不会走的。明年咱们挣多少小麦？不了解，你放心好了，少动不了。替我给你们东华村、太阳屯、小沙河的乡亲们带个好。准能带到，一定忘不了。这回啊，真是的，又借木料，又借汽车。开春呢，我们还得来借拖拉机呢。行，一家子的事儿嘛。怎么这么忙，把汽车也借给他们了？是啊，替他们运木料。哟，厂长，你怎么也来学习了？你才知道啊，我是第一个报的名的。厂长，明年咱们得多种点小麦了吧？种多种少，为你们自己好了。真的，厂长同志，这大家都关心咱们的生产呢，你说明年咱们挣多少啊？大家都关心生产，这很好啊。可是我要问你们，准备工作怎么样了？没问题呀，开春一解冻啊，咱就可以播种。好啊，尝试你们的，有多少劲儿你就使多少劲儿吧。谢谢厂长。哎，朱大嫂。厂长，给老朱送吃的来了。哦，他怕上课来晚了，连饭也来不及吃，我给他送几个鸡蛋。哦。好多了吧？好多了，真是败子回头金不换呢。哎，是啊。我有点事儿，来晚了。给妈写的信，你看看吧。不用看了。我跟妈说，我们拍好了照片就寄给她。好。我还说我们俩准备一辈子在农场。哎，今天呢是第一天开课，咱们得选个班长啊，对不对？对。对，我提议就选咱们战厂长，好不好？好。好。哎，我怎么能当班长呢？行，别听他的。哎，我说，还是选厂长，他办事挺热心的。哎，对，班长，班长。好好好，我就当这个班长，可你们呀。要听我这口令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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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同学们，战厂长叫我跟大家讲内燃机构造，我是讲不好的，我只有照学校里学的背。大家翻一开书本吧。厂长，哎，老程啊，你怎么还没回家？坐在这儿干什么？想找你谈谈。好啊，快来吧，别把脚冻坏了。来。好。咱们上山劳动生产，算是打了个大胜仗了。这次开课，学文化学技术，要再打个大胜仗，我看没问题。来，换杯热的。大家这一动，不能不算苦啊。可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了。厂长，你行啊。哪里？这是大伙儿觉悟提高了。你领导的好啊。嗨，我算什么呢？原先呢，我还不是个扛长活的穷庄稼汉，不光是睁眼瞎，还是个糊涂虫呢。现在能做点工作了，都是党的教育培养啊。真是伟大呀，就是一块废铁也能把它炼成好钢。厂长同志，厂长啊，我自己心里有一件事，好久就想跟你谈，总没得谈。你看我能不能成个共产党员？当然能啊。一个工人不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哪成啊？厂长的话对，群众啊都关心今年的生产，所以这个会议的决定很重要。大家继续发言吧。我接着讲啊，我认为啊，今年必须多种。赵厂长说今年只能种8000亩小麦，当然是有根据的。这没错，它是根据我们的收割能力来决定的，对吧，老张？就是这么一笔账。可是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力量都鼓起进去。哎，今年呢少种了不行。我看呢还可以加上4倍。对，种这个3万多亩。我们看吧，大家干了一动，整个的农场都变了样了。我们昨天才弄来的发电机啊，今天的电灯就亮起来了。劲头多大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哎，知道了，电灯亮了！哎，不是，不是，无线电力广播，北平和平解放了！哎，立即发射！老赵喂，来，快点，我们快点谈谈。根据形势发展，我看我们还得多种了。对，大城市都要解放了，粮食越多越好。我的意见呢，种4万亩。我再说，看具体情况，将来还可以增加。种粮食可不是儿戏呀、啊。严格的说，我们这儿还不能叫做农场，只能算作筹备。我们只有6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我说种8000亩，这已经够多了。大家要种4万亩，请问，拿什么来种？拿什么来收？机器不够。我看没关系，厂里有的是牲口，中国式的老农具，为什么不可以配合着用呢？对呀，这样说马拉播种机就能用。我不管什么中国式的还是外国式的，只要是种4万亩小麦，
我保证所有的机车不出事故。看呐，主张种4万亩的都有点保守。我不明白，我们已经开好6万多亩荒地，为什么只种4万亩呢？你要多种怎么收啊？是啊，赵厂长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多考虑考虑，多种了不能收还不是白种。从前日本人只种了100公顷小麦，就是因为没有收割机，结果一半的粮食都扔在地里了。那是日本人，可是我们是中国人，我想我们能种就能收。哎，老赵啊，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看你的老毛病啊又要犯喽。我看你呀又要发疯了。不是疯，是群众的要求。咱们呀就来个新旧农具联合作战，这倒合乎实际。如果没有飞机大炮就不打仗，那呀到现在也还打动不了人民鬼子。缺机器呀还来得及向外国去订，可是时间一过种不上地啊你哭都没用。我看呐，咱们这个鬼地方啊是要大面积的闯一闯，要大干大干，有1年咱们就行了，不大干再过2年也还是个臭屁处啊，道理就在这儿。依我呀干脆6万亩全种。村的粮食、牲口都被土匪抢走了。土匪跑到哪儿去了？都跑山里去了。全村的人都得饿死啊，老战同志。能不能帮我们把东西追回来啊？行，他跑到山里去，就是他跑到水晶宫里去，也要把他抓回来。小东子，叫大伙儿兵马，快！喂，哪里？
哪里啊？省城财委。你等一等啊，等一等。人马喧腾的是怎么回事啊？东花村被土匪抢了，老战同志带着人打土匪去了。赵厂长，您去听一听吧，李主任来的长途电话。喂，喂喂，喂，李主任吗？我赵松云呢？他帮着农民打土匪去了。哦，喂，你们不是订了一批收割机吗？国外来电报了，提前交货不可能啊，最早也得今年年底才能交货。哎，我看你们还是自己赶快想想办法吧。哦，好吧。把那宝贝表给他收起来吧。算是农场的什么业务呢？天亮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真叫人担心。可以回去了，回去把牲口粮食让大家领回去。哎，我不放心呐。王大爷，你回去吧，不要紧啊。老王头，你看我们这儿不是到了吗？回去吧，年轻人受点伤算不了什么，他死不了，过两天就好了。哎，不行不行，我放心不下呀。好好好，走吧。订购的新机器来不了，我们就死了几十斤吧。我看西门珠同志刚才说的农业机械学校那批旧马拉收割机倒是条路子，先去了解一下，能修就修好用。我同意。那你给周星河带着刘春光去跑一趟，同时把我们的建档计划向县委汇报一下，明天就去。不要明天了，今天不是有拉油车进城吗？我看今天就去吧。哎，那也好，你快去准备，咱们的支部会议就开到这儿了，我去给赵厂长说一下。老蒋同志，你说今天有车进城，那就顺便把我要买的那些仪器都买回来吧。咱们农场现在还不能印钞票，我看暂时不需要的还是不要买吧。需要，种了几万亩小麦，没有仪器怎么行呢？我这次伤好的这么快，都亏你呀！别啰嗦了，快补课吧。医生，小段，我到城里去，你们带东西吗？进城啊？干什么去啊？省机械学校有一批旧马拉收割机，我去看看，能修好把它拉回来。哎，我跟你去，我可以帮帮你的忙啊。用不着你，有周星河和刘晨光的。你去，带着伤，他放心的。你再胡说！这么亲热可不行啊，当心叫老战同志看你个不得了。小东子，你说什么？什么不得了啊，小东子？这个
医生，他的伤还没好，我叫他当心一点，说受了风可不得了啊。他就是这样不听话，看他不进去。爸爸，我就进去，就进去。小东子，你看他身子后面是什么？没什么。是没什么，咱们走吧。用是能用啊，就得大修啊。我们修理一下，你们能报销吗？这不行啊，我们哪里有这笔钱嘛？借倒可以，你们去修好了。铺子都快成木柴喽，我们用几天得给你们完全修理好。哪有那么便宜的事？那我们只好不占便宜了。哎，同志，同志，买新的至少得1600万。这个嘛，1000万。哎，好好好。哎，你们的价钱得好好往下减呢，不然这些东西我都不要。别看我都选好了。是是是，价钱请放心，不会错。看，价钱不用还了，这个你喜欢就带上吧，我给你一起开进去，啊？好吧，给我包上吧。好好好。哎哎，死个菜，死个菜！啊，马上就来了啊！哎，我看呢，咱们还是把钱拿出来给人家修理一下，咱们都用了。嗨，你没看见，简直想趁机会捉弄我们一下。吃吃吃啊！秦哥，嗯，咱们干嘛要这么贵的菜呀？难得吃一次嘛，我付钱好了啊，吃吃。你怎么敢这样吃呢？我跟厂长出来，向来就没吃过这样好的菜。咱们是穷农场，你这是干嘛呢？哎，周科长，咱们还是简单一点吧。哎，后边的菜退了。哦，周科长，哎，老程，在哪？咱们一块儿吃。不，我们油装好了，可是那项仪器是怎么回事啊？好，是赵厂长交买的，你拉不了，明天叫朱六庆的车带回去。我是想问问，听说那点东西啊，好几千万块钱，是不是？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当然需要知道了。那么收割机还修理不修理啊？收割机烂的那个样，怎么修啊？再说咱们也没钱了。好啊，你原来把钱都买了不当用的东西了，我主张给你们退回去，我们要修理收割机。哎，小东子，是你当家还是我当家？大家当家。明天天气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预计10天内将有连续的飓风暴雨。天气这么不好，我看麦子非糟蹋到田里不可。明天天气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预计10天内将有连续的飓风暴雨。我找你呢，气象报告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危险呐！
这块地里的麦子全都熟透了。老油车，明天就回来了，能够把马拉收割机一道弄回来就好了。哎，喂，农业部门接管了什么收割机没有啊？啊，没有啊。哎呀，可不是等着用，真是火烧眉毛啊。啊，好吧，啊，再见再见。拉油车回来了。谁跟你吵啊？有意见当然可以提嘛。我是接受两位厂长的指示，哎，你有意见向厂长提啊？什么事，老程？哎，厂长，叫他去修理收割机的，他不修，他倒买了这么一堆不中用的烂仪器。多少钱啊？好几千万块钱呢。你好阔气啊，弄几个钱来办农场，你当是容易啊？一根柴油棒上，都有大家几滴汗珠子，谁浪费了一分钱？我们都不愿意。大家为了收割机多着急啊，为什么你就不愿意修呢？为什么？根本不能修啊。大家的意见很好，这也是我们当厂长的责任。话虽难听啊，我很高兴，因为大家已经把自己当作主人了。周科长，你好狠心呐，农场的钱怎么来的？下着大雪上老山里伐木材、割干草、烧木炭来的呀，大家吃苦奋斗，可是碰上了你这么个扒手。这小东子叫我带给你的。老战同志，收割机还能修，我和刘成光在这儿想办法，可是没有钱了，请您筹划。我们错信了人，周清河是个坏蛋，经我在这儿调查，他买仪器贪污了。你这是多少钱买的？你说说说呀！我要买仪器，想的是不够全面，可你怎么能？我没什么，都有发票。发票？这是哪儿来的？好啊，你是来革命的！嘿，哎，厂长，厂长，老厂长，厂长，老厂长。说过不能多种，可是别人的意见你就是不考虑。你别这样老嘀咕好吧，老赵，我怎么不考虑？我考虑的是革命，是粮食。可是你给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呢？多少吨的粮食都糟蹋在地里了。麦子不是还没有糟蹋在地里吗？哎，老赵，咱们应当面对面心对心地谈一谈，怎么回事呢？一碰到问题，就好像有一件什么东西把我们隔开了。老赵，我们俩都热爱这个事业。你说过要把北大荒唤醒，我也说要把这个大门打开。现在呢，大门也打开了，北大荒也唤醒了，你选的麦种已经长成那么好的麦子，这都是胜利。要不是老天捣蛋呢，我们也用不着这么急，不是？
国有足够的收割力量，就什么也威胁不了我们了。现在弄得了不可收拾。不要这样想了，我们是人，并且不只是你我两个人，什么也威胁不了我们。那到底怎么办呢？附近既然是部队少，远处的又都在打仗。昨天晚上我们不是派朱六庆到老王头那儿去了解去了吗？哎，人家也一定都在忙着抢收呢，即便是他们收得早，也愿意帮我们的忙，全村子的人都来帮忙，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看这样吧，先把全厂的职工连家属都组织起来，连夜收割，一面收一面想办法。好啊，如果东花村能来人那也好，尽力而为吧。哎，这就对头了。王老头来了。哎呀，叫你去了解一下就行了，你干嘛惊动人家来？老战同志啊。哎呀，好王头。赵厂长，你们不能怪他呀。你想这样的事我还不应该来呀。坐来。老战同志，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吧。那怎么敢呢？怎么样啊，咱们的庄稼都收了吧？没有，没关系，咱们还得些日子才能收呢。我们比不了你们，耕啊种啊都有机器，我们种的晚呢。我想请东华村的乡亲们帮我们收收麦子，你看怎么样？行，要旁的没有，要人咱有的是。老詹同志啊，我在路上替你想了，你们种了这么多的麦子，我们全村来也不顶事儿。我可以联络太阳屯小沙河的老乡们，叫他们都来一起动手，咱就跟老天爷斗他一家伙。你们看怎么样啊？谢谢你了，王头，你真是替我们想得太周到了。哎，用不着客气，老战同志说过，这是一家子的事嘛，请你们放心吧。麦子就是国家的粮食，咱们不能叫一粒麦子糟蹋在地里。
说了，我只希望大家永远热爱这个地方，也叫你们的子女热爱这个地方。对于新婚夫妇啊，我已经讲过话了，不过呀，我还想讲两句。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才结婚呢，那才美呢。老赵，这两年我们闹了不少别扭，吵了不少嘴，可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越来越清楚了，你的道路是宽广的，我们共同前进吧。共同前进，战厂长。爸爸，我有一句话想说，你媳妇儿一定不爱听。不爱听，爸爸说吧。抓个空子回家看看你妈，可别像大公鸡一把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您说到后头了，我们已经计划好了，不久啊就去看望他老人家。哦，那好啊，要去可以早点去啊，去晚了我就把你婆婆接走了啊。多少年了，给你说的已经不少了，留给你个玩意儿做纪念吧。我走了，再打开看。你看，都成了专家了。厂长同志。我说什么呢？哎，老詹同志，谢谢你啊，是你把我们变成有用的人了。不，是草原，是劳动，是党。哎呀，我的老朋友啊，你怎么也赶来了呢？啊？哎呀，总算赶到了。哎呦，恭喜恭喜啊！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恭喜恭喜，大家都喜。怎么，听说你要走啊？是啊，又去开荒了。老朋友，再唱个小调吧，什么北大荒哎，真荒凉。现在北大荒啊，一点也不荒凉了，也没有兔子，也没有狼，到
到处尽是大姑娘了。好，大家再见，再见了啊，再见，大家再见了，再见，再见。咦，周庆和呢？周庆和。厂长，庆和同志，记住你受的处分和党对你的教育，要努力，要不断的进步。大家请回吧，请回啊。老詹同志，我便离开你，我想跟你到更远更艰苦的地方去。那怎么行啊？不行，送送你可行吧？送送我？你送我到哪儿去啊？无组织无纪律的，过来吧。那这个表格不还你了？亏东西。